经常笑我是一个爱搞飞机的男人。那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飞行的梦想，那四十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去，花了四年的时间，拥有七种不一样商务机的飞行执照，还有直升机，同时还有教练执照。飞特利航空呢，是专门经营商务包机、医疗包机跟飞行训练中心。你随时随地想要去非洲大草原，或者是马尔蒂夫享受温暖的阳光，飞特利都可以客制化的私密行程，让你与世界无缝接轨。大直到松山呢，只要十分钟的时间。航空飞行呢，就像私人跑车一样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带你到你想要梦想的地方。我们准备好了，飞特利帮你完成顶级梦想，收藏你独特的回忆。